林老师好，叫我林默生就好了。Have you got a girlfriend? Why do you ask that? 现在是我问你，你不能反问。谁定的规矩？你答应的规矩，所以你要如实回答。还没有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等了你一天。那是我们最长的一次冬天。你在那边捡爱，是不是不见了？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一定会完好无损，回到你手上。我没迟到吧？那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，你会害怕吗？您的电话说是你的老师林老师，我就把你放在这里了。没事还早，我再送送。苏太远就回不去了。照片洗出来了，这个地方还真是一点没变。一清，好久不见。可林先生的变化不小啊。这不是我给你排的吗？山有木星木之，心与君心君不知，这不应该是送给我的吗？你想反悔啊？我和陌生是组织上安排的夫妻。四年前我突然离开，可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。我这次回来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。你能不把袖子撸起来？那天就是注意你说我变了。今天我想告诉你，有的东西永远不会变。如果有一天轮到你对我开枪，我都不敢相信组织上批准我俩成为夫妻。我真的有这么好的运气吗？你是要照相？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那真的是第一次吗？那我在新潮照相馆见到的那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又是谁？那个谦谦君子原来是你啊。虽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但是我相信如果人真的有上辈子，我们上辈子肯定是认识的。我们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人，就是等待。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，听你说上这么几句，我的心里都会踏实很多。林太太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奖励啊？奖励当然有，我也要学会感激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有身份。后天一定要回来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一个最最重要的消息。不想让。我现在不告诉你，我没有办法再照顾一清了。这样呢，你就会念着我在这儿等你。求你千万要善待他，对他的思念还依旧伴随着我。他是个镌刻在石碑上的名字，注定要跟刻着他的大理石同样持久。